最后是次外球保送的林鸿玉，中程佑第一个球就出手，这个球是右外野方向，哇，现在落在两个野手中间了，慢慢滚到了全垒打墙。现在一垒上的林鸿玉要连续跑三个垒包，中程佑现在要闯三垒，在三垒这边 save， 哇，右右 man， 中程佑呢来了一支三垒安打，这次呢是成功的上到三垒垒包，从泰勒的手中敲出了一支带有打点的三垒安打，比数变成3-0，桃园现在领先三分。长打真的有展现出来。一个保送之后，一支三垒安打，也这个阿米哥这种打击的喜丹哦，本来一开始就预估要看到的一个情况，对，所谓的暴力员，对。这个球主要是传偏了，不然球。